我以为你还在德善戏剧派出所，所以我去那里投了。跟我回去，跟我回去说清楚。 如果吴振峰复查出来没有吸毒，我打算把他接回我家。带入个人感情，带入了。你不要拿这种眼神看着我。我现在不是你的犯人。上车，去哪儿？我家，住我那儿。